Neil Big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。那么本期视频咱们就是带来醒目的舞狮。这场比赛可以说最后非常的精彩和刺激啊！如果是线下赛的话，估计全场女生都要为我尖叫啊！臭不要脸！啊，真的。那开局的话，等一下咱们启动加速，不要加第一名啊！第一名让给别人，因为第一名咱们吃不到狮子连弹啊。这里的话，先吃到狮子连弹，然后复位，然后放出狮子连弹，咱们再吃一个磁铁，非常不错。咱们给自己先套个防护罩，让磁铁往前吸，这个隐身弹稍微留一留。啊，这个边的话，咱们防护罩帮我守住了一个火连弹。啊，本场比赛防护罩帮我守了很多东西啊，看一下。那现在的话，咱们隐身弹器稍微留下。我的左边是个暗器，要注意一下它的警铃。普通导弹射出去，但是这个暗器反击了我一个电磁导弹，咱们直接把隐身弹器用掉，拿到皇家护卫盾，守住的这个电磁导弹。看一下这边被草船给撞了一下，那咱们放出大魔王，再放出超级蚊子，大魔王进行群体干扰。闪电的话，这个鹦鹉是没守住啊，那你这个礼拜零是没了。好，这里的话咱们放出这个狮子连弹，然后弹加速往前冲，给自己再套一个防护罩。咱们这个鹦鹉有75%的概率防御这个闪电，它防护罩，哎，这里的话咱们防护罩守住这个警铃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非常不错。这里的话咱们直接放出狮子连弹，狮子连弹是命中成功，又给自己套了防护罩，防护罩又帮我守住后面的这个蚊子。看一下前方的话呢，有一波小高能，咱们先吃到狮子连弹复位，再吃到狮子连弹再放出去，咱们身上防护罩套满，然后前面硬扛火连弹，这一波爽啊！火连弹算个屁！还有谁？啊，这一波你看我依旧是白光笼罩。啊，再帮我守住蚊子。这的话呢，咱们是被要被打下来了，因为身上没有防护罩了。啊，这个隐身弹器我再留一留。比赛是来到最后一圈，看一下这个闪电又守住了。那这个鹦鹉算了，这个零食还是还你吧。咱们这里的话直接不要他放出这个狮子连弹，这里的话蚊子守住，看一下冲上这个近道，然后这个是称号守住这个电磁地雷，这里的话刹车刹一下差点掉下去了。好，前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暗器啊。这里的话咱们吃到一个普通导弹，但是被精灵给，哎呀，完蛋了，这一步很伤，咱们还有机会吗？我感觉可能已经没戏了。那这里的话咱们吃到一个普通弹器，普通弹器往前冲，然后隐身弹器也得用掉，来不及了。这里拿到一个石头链弹，直接放出去，最后管他冲刺 ，nice， 刺激！这一把非常帅啊，这一把非常帅啊，太帅了这一把！哇，我塞，你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车是不是强的一比啊？这个车啊，全场第一架 MVP 啊！好的，咱们给大家看两个视频啊。那这一把的话非常精彩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好的，我们来看这一把。那这一把的话其实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和刺激了。那本场比赛有两个赤兔，三个醒目的武士，还有一个灵动螳螂啊。那这张地图的话因为它比较窄，所以说大家开局的话都会挤在一起啊。看一下开局启动加速的话，咱们故意不加啊，这里复位，咱们只准备吃氮气啊，只吃到一个，哎呀，然后再吃一个磁铁。这个车的双吃稍微有一点难，因为它模型做的确实比较小啊。那这的话，咱们又吃到一个氮气，看一下咱们氮气往前冲，然后空出道具朝磁铁吸一下，然后这里直接往前冲，挡啊，又撞墙了。那这里看一下，目前我处在第三名。好，手中现在有两个皇家护卫盾，那咱们先用掉其中之一，放出普通导弹，看一下这里的话再射出超级导弹。前面的话呢吃到一个普通导弹啊，咱们复位再吃一个狮子连弹，看一下，然后命中了，给我身上套一下防护罩，复位再吃一个，就吃到一个磁铁。我不断的复位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吃到这个狮子连弹啊，因为我的道具槽始终是有一个，这里放出狮子连弹，咱们道具槽始终留一个这个隐身弹器，这是我的打法啊。好，放出闪电，那这的话拿到一个护盾，护盾没有用，咱们直接扔掉了，因为身上防护罩这么多啊，没有必要空出道具槽，放出狮子连弹。好，这里的话没有一个都没有中啊，有点难受。这里面棺材面罩守住这个白云，咱们普通导弹射出去。看一下目前的话，那我是处在第六名啊，落后的话稍微有点多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咱们手中是有个氮气，这个氮气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啊，用在什么地方就终点冲刺。这里的话呢，咱们先把普通氮气用掉，因为这里的话不适合用磁铁，因为等一下磁铁的话也给我普通氮气嘛，也给我隐身氮气啊，说错了。那咱们这里的话直接磁铁加隐身氮气往前冲，看一下比赛是来到最后一圈。这里吃到狮子连弹直接放出去，先给自己身上套一点防护罩。好，这里的话看一下吃到一个飞碟，飞碟去干扰一下第一名。
啊，这里的话呢又吃到狮子连了，再一次放出去啊，再给我上套一下防护罩，再等一下咱们这个狮子连再放出去啊，这里复位复一下，看一下，你看我现在白光笼罩，哇靠，我这被自己给闪瞎了都要，爽。看一下前面的话是个螳螂啊，咱们不要做冤大头。这里的话呢，咱们又是狮子连弹，狮子连弹这时候放出去，前面又吃到狮子连弹，狮子连弹这里咱们准备再放出去，最后直接冲刺了，朋友再见了，你们游戏结束，隐身的话他们吸不到我。全场第一架 MVP， 这一把又是非常的精彩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啊，确实是在运气好的情况下强到爆炸，就是你在用这个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名次，他在三到六名的时候最容易吃到这个狮子连弹啊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名次啊，这样的话能保证你上分比较稳一点，就是让自己的狮子连弹最大化，然后留一个道具槽，留这个隐身弹器就可以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